都展现自己最好的一面，然后不管是输或赢，都不要有就是心情负面啊，或者是沮丧，对不对？对，其实就是厂商他们有他们的考量，那他们的决定是你已经表现得最好了，我觉得他们今天都很棒。对，所以呢，其实你们继续努力哦，因为你们会跟小南姐姐一样，姐姐 OK 哦，小南姐姐一样的，好，这么的专业，好不好？好的，那么现在我们的这一个冠军已经出来了嘛，对不对？是。好，我看到了。好的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请我们这个游戏局是 CSO 绝对武力的营运团队代表 Kevin， 那请 Kevin 帮我们宣布冠军是谁，好不好？两位美女特务即将担任职务的，好，你告诉我号码也是可以的。4号跟5号。4号，来，赶快大声告诉大家你是谁。来，往前再一步。来，我们的谁呀？张丽跟小峰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要请小南，他跟我们这一个好 Kevin 呢，一起帮我们送上这个证书，好吗？好的，那现在我们请 Kevin， 还有呢小南，还有我们两位呢，获得这职务的，拿着你们 CSO 绝对无敌美女特务的证书，好，一起拿来合影留念。我们看一下中间的媒体朋友，小南来，我们视线先统一一次啊，各位看中间，好，看一下中间，四位一起，中间后面，好看中。好不好？看中后的媒体朋友，好，我们看一下右手边的媒体朋友，右手边，眼神，右上，谢谢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左手边的媒体朋友，完成了，再一次。好，我们再次呢看一下中间，好不好？看一下中间的媒体朋友，下面这边，上面这边，好。好，中间下面给先生。啊，右手边，右手边。好，我们最后一次右手边的媒体朋友。来，中间来看一下，来，回来，小白，谢谢。好，我们最后看左手边的媒体朋友，最后一次了。好，来，中间最后3秒钟，3、2。接着来，中间。我们这两位哦，这个获得了美女特务的职务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将会在8月，哎，自己说，在什么时候要陪伴大家？8月4号和5号，在缤纷乐豆嘉年华，在台大体育馆。是的，在我们绝对武力的主题馆会陪伴着大家。那么是你们首次职业，对不对？好的，所以你们要怎么样啊？好好表现哦，好不好？那有没有什么要跟现场的各位说一下下呢？我们这边先好了。就是谢谢评审，还有就是主持人，还有小曼，就是今天呢让我很感动啊，就是第一次让很开心，我会努力的，很棒很棒。我会努力的，大家都是很重要的一句话，对不对？那小米呢？谢谢评审，对，给我这么大的青睐。那也谢谢各位媒体来到这边。那 I will do my best。好的，那我们要好好的加油，好不好？是的，好，谢谢哦。那也我们恭喜这两位。好，那我们呢，请这六位呢，可以先回到大家稍作休息了。那么呢，今天我们可以就回做稍作休息。是的，那么今天非常的感谢各位媒体大哥大姐的莅临，那么也因为你的莅临，我们今天的这个集训活动非常圆满的落幕了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到了这个媒体联访的时间，我们小南会在台下，那么有这个电子媒体要做联访的，可以请到台前来，谢谢大家。还蛮小的，12岁，会有如此感慨，但就觉得可能比较工作比较久，工作经验，对，所以就会觉得有一种老态出现，但是他们就好年轻，好样子。那你自己就是你现在是代言电玩，平常花多少时间在玩电玩？平常哦，其实我以前很宅，我都在家里打电动。对啊，然后我是一个宅女。然后其实线上活动，男生打的我都打，像以前的色情游戏啊，然后跟一些朋友，然后一起去那个网咖一起玩。对，但现在因为比较工作比较忙，所以就不方便去网咖，但是就会在家里。以前就是在玩电动玩具，所以你都电玩，有没有男网友把你约出去啊？有啊，一定都会有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女生要保护自己。你真的都会去见面吗？当然不会啊，所以我说女生要保护自己，不可以出去。那你今天就是看他们新闻的部分，你自己有讲到，就是说好像不要看爽，是不是暗示觉得某些人的表现太
我觉得有的时候，over 跟性感是一线之隔。对啊，就是你有时候如果太多的话，反而人家都觉得可能不是那么健康。对啊，那如果我觉得你适当的性感，大家都会觉得就是赞赏，你觉得你 OK 这样。你看那个粉丝图就是蛮虚无的，那你自己练得多久的粉丝图有什么要诀可以分享给大家？其实这个以前在节目上就有，对，其实这个旋风是那个我好姐妹林恩串起的，对，因为她以前是人妻美眉，所以她以前就是非常会起立得下。这怎么教你的？你看就是，其实这个不用教，这个其实应该会跳舞，然后你手脚比较协调，其实在家里都可以玩，可以自己在镜子前面蓄力蹲下，其实是 OK 的。你刚才看他们就是有点，戳戳的样子，你自己内心有没有在偷笑啊？没有偷笑，我觉得他们好可爱哦。就是如果我是男生，我会觉得说，怎么那么可爱啊？就一把把他们拥住。对啊，是有晒黑一点还是怎么？我有晒黑一点。哦，为什么？在拍戏。拍戏会晒黑，对啊对啊，你连腿都晒黑了。对啊，因为都夏天都穿短裤短裙。就英文拍，英文拍什么？我们发财了，三立的。在塔，只有在塔。谢谢。